皆さんごきげんよう，我是伊桑。今天我带着我的日本朋友和中国朋友去上野体验东北菜，看看他们会是什么反应。TOP 音乐餐吧，全东京规模最大的音乐餐吧就是这家了。不多说了，开吃。椰汁，椰汁，椰汁，红油猪耳。酱牛腱子，最高，妈妈的味道，川西腊肉，哎呀，这个香啊，妈妈的味道，卤味拼盘，好吃，农村奶奶的味道，干锅肥肠，麻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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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多么帅，多么帅！我这妈的呀！我多么多帅！可怜，哈瓦，可怜。这是哈瓦内罗。妈的个！他不的，他个是。我还可以，我还可以。咸呢？咸，小白丝呢？辛いよね。但是可辛い。小白丝呢？多么多。トマトっぽいですよね。うん、うわ、トマト。これはやばい。あ、真香。あ、いや。ナイス。うん、うまそう。七指鸭血。好喝。是咸子，好辛い，ちょっと辛いです。辛い，これなんかちょっと違う辛さ。蒜蓉生蚝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，进去。蒜蓉扇贝，什么？东北烤串。